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tir。点击影片到这集，14天的旅程已经过半了。接下来几天会在札幌市逛逛，到浪漫的小樽，最后到百万夜景的函馆。出发到今天的景点前，我们在札幌站吃了 Jumbo Size 的 Origini。这个是 Jumbo， 然后这个是蛋，所以它这里。早餐后到售票处买了地下铁周末一日乘车券，价格是520日元，可以一日内无限乘坐札幌的三个地下铁。GoPro turn off. GoPr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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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urn off.GoPro stop recording. 第一个地点去了中岛公园。中岛公园是市区中的一片绿洲，只需从札幌站搭10分钟的地下铁就可以到了。中岛公园面积有21,416平方公尺，相等于大概4个东京巨蛋。秋天时是个迷人的景点。这里。我们在Nagajima Park。Nagajima Park 有什么？有很多哎、欸。很多吗？很多还没有变红的 Maple Tree。这边有红。这是唯一一棵变全红的，其他的都是青青的。还有 Ginkgo Tree， Ginkgo 也是没有变黄过。还有 Christmas Tree。Christmas Tree。Christmas Tree。下雪应该很美吧？这。还有湖。还有湖，还有 Zen Garden 呢。这个竹子唔惊人嘅，我行得咁近啊。它都不飞走。大家过来攻击你好，不要怕我嘞。很大只乌鸦，超大只。木桥。我应该不会掉下去。一个小型的瀑布，他等下要停车。
中岛公园实在是太大了，逛到是时候一肚子了。大家还记得在第五集 Barry 打了一通神秘电话吗？来到札幌就不要错过札幌啤酒园的烧烤自助餐。其实这里的烧烤自助餐是需要提前预约的，电话预约可以用英文沟通，所以别担心不会日语。确认了预约后，被带到了凯塞尔大堂。我们每人点了3100日元的烧烤自助餐，可以任吃100分钟。ありがとう。哇，你羊肉也拿过来。你睇肥友几食得啊？一嗌羊啫，佢就咁个样咗。跟住你睇下装咩样？气氛呢？哇！Pokemon card， 然后我要吗？这两个，然后我要皮卡丘。哎，去哪里移动？好，这个也是。都是 Venus 教我的。P， 这个。嗯。也是。我还清楚。Legend， 戴帽子的。快发的吗？真的有戴帽子吗？嗯呐，哎呦，那卷。然后这个也是 Pokemon， 啊，这个也是 Pokemon。混蛋，只有我一个不 Pokemon 吧？我也是没有。哦，你也是没有。还六个人的 Pokemon， 什么鬼？填满满肚子后，就前往下一个景点沼岩山。在沼岩山的展望台，可以看到日本新三大夜景的札幌市。不过，你可以看到那一整天都天色阴阴的，我们已心中有数。在缆车入口站有免费的接驳巴士到沼岩山车站。妈妈，真的到？
哎呦，我们总部的话已经到了。回去三大夜景了呗。啊、哎呦，昨天又三大夜景了，厉害耶！果然在缆车站里的荧幕看到了山上是一片雾，所以我们决定不上去了，有点遗憾，可以下次再来。我们现在走去一个神社，它神社需要走蛮远，就是坐了巴士去那个路尾过后下车。下 bus， 然后就要走了，走一条直直的路，然后去到大马路旁边，你就可以看到鸟居。哦，很不错。剩下的时间，我们到附近的札幌福建道和神社逛逛。给我看看，幸好去行着，顶过过的，但去影紧相，好少少落去洗你个左手少少啫，行我个 stop 啦，系啊，早晨啊。嗰個塔塔，嗯。然後就回到札幌站傣麻路的食品店咀嚼完晚餐後，就結束這一天了。我這個比較新耶。下一集回到浪漫的小樽，敬請期待。分享旅行可以记录到过的地方，也是开心的回忆。我们下期见。